呢一條咧，咁佢就話將上圖嗰個曲線就 transformation 變翻，其實從個圖嘅形態，我哋應該定到個 B 咧應該係零一中間，另外個 A 係等於三。呢兩樣嘢你知唔知？呢兩樣嘢你知唔知？即係個 slope 同埋 y-intercept 哦 ，OK， 個 B 就因為佢係衝緊落嚟啦。啊，咁所以我哋認圖嘅時間個 base 咪應該係零一中間咯。啊，另外佢個 y-intercept 係三，咁就會令到 when x 等於零嘅時間咧，啊，你代翻去就係 a 嚟嘅，咁 a 咪就係三。係啊，我係揀咗 a 同即係 ab 極佢揀一個，我揀咗 a 咯。哦 ，OK， 個答案係 b。嗱，其實就咁嘅，之後我哋就應該係會將嗰條線咧就 tick lock 嘅，啊 ，tick lock 啦。咁而然之後右手邊就用翻 lock property 啦。個 base 係七嘅，咁應該係變成係咁啦。之後將呢條式同 y 等於 mx 加 c 嘅 compare 啊嘛，咁會點咧？咁你會發覺咧，其實個呢一個咧就係個 slope 嚟嘅，呢一個係個係個直線嘅 slope。咁而個 b 係零一中間，咁你咪撳機啊？究竟如果 log base 七零一中間嘅數其實係正定負？咁應該係負數嚟嘅。啊，之餘嗰個 vertical intercept 就係 log7 A， 而家 A 係三，咁你咪有撳機咯。咁呢個數應該係一個正數嚟嘅 ，OK？ 呢個係應該係正數嚟嘅。咁所以咁樣歸納，咁咪 slope 係負，而 y-intercept 係正，咁咪 B 咯。OK，OK。之後39啦，兩次都重同一條。哦，咦啊？即係你翻做啊？唔係啊，即係之前你記得有份 mock 咧，你俾我噶，啊，佢的區啊，的區。有一题是这样的。39? 哦，刚刚那条。不是，刚刚那题。是，好像是，好像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是，我也有印象，是，好像是。那么当然，我问过你的。OK。那其实是类似刚刚这样做，就最好不要跳这些 step， 除非你真的很清楚。即是刚刚未 tick lock 啊，化简那里呢，那里最好写清楚，哪个是 slope， 哪个是 intercept， 这样就好一点。然后那里，因為 A 我哋知道是3，而 B 我哋淨係知係零一中間，咁可能你咪代0.5咯，咁就係咁嘅啫。啊，39呢條我同你講咧，39呢條咧當年應該係好少人啱嘅啫，因為佢有一個 statement， 佢 statement 之一啱。啊 ，statement 三係好難判斷嘅。我撞咗我填 B， 因為我覺得失意係錯。OK， 填 B 又奇怪啲喎。嗱，就咁嘅。我圈 B。本身 log 嗰個 graph 係咁噶嘛，咁啊佢衝咗上去，啊呢度衝翻落去咁，咁啊呢度正負九啊度啊嘛，啊呢度正負九啊度，咁呢度有三個 transformation， 啊就係 H 啦、K 啦同埋個 E， 啊個 H 令到佢會，哎呀唔好用箭嘴啦 ，H 令到佢會上下 translate， 個 K 會令到佢是 along y 嗰度伸长或者压扁吓，个二咧就同个 period 有关，系咁噶嘛 ？OK， 吓咁，因为嗱，佢个问题首先，佢个 h 同 k 都系同个 y 有关嘅啫 ，h 同 k 都同个 y 有关吓。譬如我哋代咗个 x 系零，即系望呢一点啊，你个 y 应该等于二噶嘛？咁我哋原来计到个 h 个 h 系个二啦，呢个实数。咁所以一係啱啦 ，OK， 好啦。而然之後，既然個 K 係個二，啊 ，sorry， 既然個 H 係個二，啊個 H 係二，你應該都計到嘅係咪？我濕數係咯，我濕數嘅啫嘛。OK， 好嗱。而既然你知道個 K 係個 H 係二啦，而家咁所以咧，我哋藍色我畫嗰個圖咧，應該係向上褪咗嘅啫。咁問題嚟啦，我要諗埋係點樣噶？係，然之後佢我冇諗咁，我冇 consider， 我冇諗。即係我冇 consider h 係二咁樣做咯，我真係去濕個數。我嘅做法就係我將個 x 代咗係幾多咧？總之二 x 係等於35咯，佢35。二即係總之係令到 tangent 嗰嚿嘢係變咗負一嘅。唔神奇 ，OK， 其實就即係我濕曬啲數入去。但係你冇乜數好濕嘅喎，其實你得一點咪就係零二好濕咯，你得呢點零二嘅啫嘛，其實。但係因為我覺得點樣做嘅咯，我好似係我求其好似
擺一個數係令到 tangent ex 係等於負一咁樣嘅，之後我就 assume k 定要係正數先可以變成零咯。哦，咁嘅諗法，如果個 y 係零嘅話，咁嘅諗法似乎係有少少問題嘅，係有少少問題，因為佢個圖俾咗你淨係呢一刻嘅啫，佢個圖淨係呢一刻嘅啫，嚇，其餘嘅位置其實個圖會係點咧？我哋未必知道嘅。或者你啱話 tangent 負誒 tangent 2x 會係負一，咁其實個 y 會係幾多？咁你未必會知道嘅喎，即係對應嘅 y 會係幾多 ？OK， 咁所以原來我哋係要跟住佢個佢條式，跟住佢條式啊，同個原先 tangent x 去做比較，咁啊睇下佢做啲咩 transformation 啊。咁啊，唯一得兩，唯其實係唯二有兩點啦，就係零二啦，同埋仲有一點叫 alpha 零啊嘛。alpha 零幫我哋唔到手，咁所以就會代個零二落去，代零二落去 tangent 會係零咗。咁所以就我哋計到 h 係二，咁所以似乎就條線拉尾係向上褪咗嘅嚇。咁但係就發覺有個問題就係、是，原先 tangent graph 係向上嘅一開始，而你個頭向下咁樣一開始，咁所以就會知道個 k 係負數咯。即係我哋要知道原本個圖係點樣嘅。係，其實我哋係要知道原先個圖係點樣嘅，先決定到其實個 h 或者係 k 應該會係點嚇。個 k 應該會係負數。因為 h 同 k 呢兩個 transformation 都係同個 along y 有關，同 x 冇關嘅嚇。咁、啊、所以首先我哋考慮咗個揾到 h 啦嚇、啊，然之後發覺你個圖應該離開個 o， 即係離開個 x 等於零嘅時間咧，係應該向上去嘅嘛。正常聽住條線，但係我哋而家呢個圖係向下落嘅喎，咁所以就會推斷到個 k 會係負數咯。咁所以我哋會產埋個 b， 而呢條數最難嘅地方咧就係 statement 三。statement 三其實係好難去判斷。statement 三其實係好難去判斷嘅，而最終其實 statement 三咧，其實係錯嘅。個 statement 三其實係錯嘅。咁點解咧？咁點解咧？佢問我哋 tangent alpha 係幾多？啊，佢問我哋 tangent alpha 係幾多？咁其實咧，我哋從個圖睇咧，我哋從個圖睇咧，睇到嘅咩？嗱，睇住咯喎，睇住咯喎。其實佢 tangent 裏邊係咪 two x 啊？tangent 裏面佢係 2x 噶嘛，咁、mm-hmm. 所以 2x 係咪應該 between 零去到2alpha？2x 應該係零去到2alpha，而佢呢個圖未完成到一個 tangent 嘅 period，、mm-hmm. 甚至乎半個都未有，半個意思即係呢一度。即係呢個圖係做唔到一個 period。係啦，遠遠做唔到，啊半個都唔得，因為我藍色筆畫嗰個先叫一個 period， 佢一個 period 係100嘅。Mm-hmm.做硬跨正同負啦，嚇、啊、咁似乎佢半個都未到嚇，咁、啊、所以咧，我哋判斷到其實 two alpha 咧係細過九啊度，咁所以 alpha 係細過45度，呢、這個可唔可以先？呢一度要用啲色，啊、即係呢度我哋原來搞搞下會判斷到個 alpha 應該係細過45度嘅，啊咁當然佢會大過0度啦，咁呢度嚴謹少少，我哋寫埋啦，呢度你書 ，OK 可以係咪？即係知道除咗佢 range 之後應用，係啦，咁之後點咧？之后神奇啦，我哋头先刚刚 statement two 先话个 k 系负数，咁所以一 over k 咪应该都系负数咯。咁但系你 tangent 一个零去到45度嗰个角度应该系正数嚟噶嘛，咁所以三系错咯，所以答案咪 A 咯。第三句事，如果呢个 case 嘅话，如果二啱嘅话，三就定啱；二错嘅话就唔系喎。二错嘅话，唔系二，如果二错就三啱。如果你知道 alpha 系咁嘅话，吓，如果二啱。三就錯，如果二錯，三先有機會啱嚇。咁因為睇 A、B、C、D 啦嚇，因為其實你知道二係錯嘅話，咁 K 即係正數啦。咁 K 係正數啫，你都唔知呢句句子係咪啱噶嘛？即係 tangent alpha 係咪咁巧就係 one over K， 所以佢有機會啱。咁你睇翻 A、B、C、D 呢啲 option， 咁你咪知道一係一三，一係一二咁樣咯。即係起碼你唔會揀 D 或者唔會揀 C 啦。最主要就是你知不知道個二係啱啦，可唔可以？咁如果一 over k 係負數嘅話，即係 tangent theta、tangent a 一定唔喺個 range 入邊啦。係啦，因為我哋似乎話個 alpha 係一個 acute angle 嚟噶嘛。嗯。啊，咁 tangent acute angle 必定係一個正數，咁所以一 over k 係負數咪冇可能咯。OK。OK。好。嗱，之後就四十。嗱，四十呢一條咧，其實呢一類 regular tangent。等我一陣間，等我一陣間啊，俾少少時間我解一解41先。41 OK， 我啱咗嘅，但我唔記得咗點解啱。
睇俾啲方法我玩下啱啊。OK OK， 真系唔知点解啱啊。嗰阵好有灵感咁做咗出嚟。CIF 系答案系几多 ？D， 永远都解40先。OK， 嗱。咁其實咧 ，regular tetrahedron 咧，咁喺公即公開試咧，其實出過啊 MC 出過兩三次嘅嚇。咁、啊、其實佢有啲公式背嘅，有啲公式背嘅嚇。佢、啊、曾經出過點咧？就係我做嗰陣咧，我代咗側邊嗰條邊做 R 啊。OK， 即係我代側邊嗰條，即係嗰個三角形側邊嗰條邊嘅 R 啦。嚇，即係如果你要揾佢。底嗰、那個即係一半係 alpha 二啊嘛，咁佢一面嘅高就係開放三 over 四啦，即係我就咁樣開放三 over 四，你點樣？唔係 r square 減 r square 減一 over 二 square r。OK， 嗱，即係放心啦，你已經畫到靚噶啦，冇得比我呢個更加差。OK， 嗱就咁嘅，其實係有公式背嘅，首先就要搞清楚你想唔想背公式先啦。即係又或者我一陣間可能都俾一俾你，但係咧 ，regular tetrahedron 公開試曾經出過點咧？首先就類似咧，即係根本就係呢一條啦。佢俾咗個高你，佢俾個高你嚇，叫你揾佢嘅 volume， 咁即係要揾邊長啫。OK， 即係你阿李四 R， 咁即係要揾邊長啫。你揾邊長咪做完咯，因為個 volume 本身係三分之一 ah 啊嘛，個 a 就係個base area 嚇。而又出過係咩咧？就調翻轉俾個邊長你，就叫你揾 volume。咁即係俾嘅資料唔同，但係揾嘅嘢一樣啦。OK， 有試過係揾 area 咯，surface area 嚇，係啊，有 surface area。另外問過就係咩咧？另外問過就係 regular tetrahedron 面面夾角係幾多嚇？咁、我六啊度啲 friend 啊，唔係六啊度。其實我唯一要求你一定要記嘅咧，就係呢一個面面夾角係幾多？其實即係呢一隻角啦。呢、一個你一定要。cosine 我做過嘅呢、這個係 cosine theta 咩三分之一啦，三分之一啦。我唯一要求，唯一要求你呢、這個你一定要記喺邊度做。嚇，唯一要求你呢個一定要記。點解？好啦，嗱，我當我冇背所有關，即係除咗呢一樣嘢之外，我冇背其他關於 regular tetrahedron 嘅公式。咁呢條數我會點做？嚇，咁咧，如果你知道嘅話咧，你呢、這、一個呢一條邊，呢一條邊，嗯。其實就會係二 over sin theta， 係咪？係啊，的確係。嚇，咁我唔計住嚇，雖然我計到嘅，而呢一隻角係咪六啊度啊？而呢個係直角三角形啊嘛。咁所以嘅話，個 R 其實咪就係你呢一條邊除 sin 六啊度咯，得唔得？嗯哼。好啦，而家麻煩你嘗試計翻個 sin theta 出嚟。即係又或者甚至乎係計個 R 出嚟，二 theta R 等於二 sin over x。你 sin theta 唔知嘅喎，但係你知 cos theta 係三分之一啦嘛？你咁呃佢 ？OK 二點四二五 square 咗啊？喂 ，OK 係啊，開六啦 ，OK 三。咁所以你咪可以撳 formula 零三，就用 Heron root log root log root log 啊。咁佢個咁點解我嗰個方法唔啱嘅咧？哦，應該可以講一講你嘅方法。好啦，嗱，咁你如果 root log root log root log 用 Heron 咧，你會發覺個答案咧係開方廿七 over 四，咁即係三開方三 over 二啦。咁個 h 係二啊嘛，啊，咁就計到個答案係開方三，咁就咪 B 咯。咁係咪其實 basically 係所有嘅 tetrahedron 都係咁？要 regular， 重點係 regular tetrahedron 就一定咁做噶啦。咁所以你識呢一題，其實調倒翻轉去俾個邊長你啊，當要你揾 volume 嘅，咁即係要揾個高啫。咁所以係一個相反嘅運算嚟嘅啫。啊，類似都係咁做。啊，唯一你一定要記得嘅就係 cos theta 三分。OK。而其實係有公式嘅，不過問心個公式唔知點解，我自己啊，唔知點解我背唔到，係點咧？個公式其實當然啦，你背到公式梗係簡單啦。啊，其實就係。呢、一個嘅，即係我當個 A 就係個邊長，個 H 就係高度，根本係有呢條公式嘅。咁所以如果以呢一條嚟講咧，佢話個高係二，咁所以你背到公式嘅話咧，你個 A 即時知道係二 root 三 over 二，咁你就已經可以做嘅。嗯，咁當然二 root
3 over 2即係開方6啦，咁同我計出嚟答案一樣嘅啫，就係咁。咁你係咪想講翻點解你嘅方法唔得？係係。好，你的方法係點？我係即係我好似你咁樣拎咗個側邊係 out 啦。係。之後底嗰、那個即係嗰個佢同一個三角形嗰、那個 adjacent 即係六十度嗰個 adjacent 咧，我變咗 out over 2啊。呢個啊嘛係嘛？係啊，呢、這個 out over 2呢個啱啊。所以呢個斜邊係開放3 over 4呢、這個哦，即係呢個你係用緊派方派 favorites 啊嘛。啊，開放3 over 4 out 啦。啊，係啊，啱啊。之後我啊，我知點解啦，因為底嗰條邊唔係 out over 2啊。第一條邊即唔係開放三 over， 我嗰陣做咧，我嗰陣做係用咗開放三 over 四 over 二嘅。哦 ，OK， 好啦，嗱，咁當然係唔啱啦，係咪？你知道，但係其實我又咁話你聽喎，其實呢一條邊我哋知幾多，即係唔係呢一條，呢一條邊其實我哋知幾多嘅，我哋真係知幾多嘅。OK， 嗱，全場你知道都係開放三 over 四 R 啊嘛，好啦，咁我而家我畫俾你睇啦，其實我哋真係知道佢係幾多㗎，其實。好啦，其實咧底尾啊，底尾係一個equilateral 嚟嘅個底。其實嗰一點咧係三角形四心裏邊嘅四心嚟，因為佢係等邊三角形啦。咁所以四個心咧，哇得喎、啊！唉，唔係應該哦 ，OK， 可能係有一點，今次都唔得啦，會唔得啦？咁八就唔會唔得啦。好，因為呢一個係一個等邊三角形，咁所以佢四個心咧，佢嗰個 circumcenter 肯定唔會係喺中間個點。它会落啲好似系啦，系会落啲嘅。会落啲、啊。其实佢四心都系喺同一点，因为佢系一个 equilateral triangle。而其实咧，佢个高，即系佢个 vertex 咧，顶点 project 落去就系呢一点嚟。而其实咧，我哋唯一知位置嘅咧，其实系centroid， 即系如果以前嘅话，其实呢个二比一噶嘛。嗯哼嗯哼。咁所以呢一段我哋咪知道咯，即系如果你真系咁做嘅话，呢一段。其實咪就係全場嘅三分之一咯，雖然我畫得好唔似啊，但係事實上佢係三分之一嘅，即係好似一比二嗰個，係一比二啊嘛。咁呢一段其實咪全場嘅三分之一咯，呢一段係全場嘅三分之一。我再寫多次條公式，就睇下你自己啊會唔會背啦。但係唔知點解我背唔到呢條。個 A 係咩 ？Area 個唔係個細 A， 你講係咪？個細 A 係邊長？即係而家我哋呢條嘅 R。哦 ，OK。啊，即係只不過其實通常我哋比較少用 R 嘅，因為 R 通常係講 radius， 可能用 R 用 A 或者用 X 就會好少少啦，咁嘅意思。咁所以你可以係咯寫低埋呢個公式，咁啊睇下你背唔背到啦。背到當然係好好用嘅呢一個就。OK。好。咁四廿一點要睇。我介到啦。OK。好。咁呢份就係咁多係咪？呢份。40/45 哦 ，OK 都 OK 啊，呢份一三之后一二/45 OK， 咁坐边头咧？其实定系其实中间你吓、有冇系撞去咗44？但系我知点解噶啦，坐44知点解，即系唔使讲啦。点解 ？OK， 唔使讲。OK， 好。之后佢41有一条系好似好似你頭先啱啱講嘅啫，四十就 exactly 就係 cosine 一個三。啊 ，OK，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啊真係要記啦，講真，係啊，四下題，咁所以如果你記得嘅話，我咪當咯咁。之後我想問一問17啊，呢個我覺得我自己撞啱嘅，但係我計啱咯，知唔知？12年，12係啊，七。嗱，如果我哋話認圖嘅款咧，呢一個就似乎唔使。即係咩延長啊，諸如此類掛係咯。好，咁啊寫翻啲資料先。我延咗喎。哦 ，OK， 你延長咗個 GE 同埋 C 誒 BC 啊？係啊，冇錯。OK， 好，咁呢個就三 X 啦，呢個就四 X 啦。咁所以全長呢一個就七 X 啦。然之後 ADBG 一比一啦，一比一，唯一比嘅面積係個 DFG 哦，上面呢一個。咁所以 AE 係咪即係六啊？六 X 啊？AE 係你用嗰個屬嘅 midpoint theorem 啊 ，intersect theorem 啊咁，好咁所以咧，學你話齋咁呢度就會係六 x 啦，咁呢度就 x 啦嚇。佢要揾嘅係 parallelogram， 咁即係高度。以為好奇怪喎，呢條係撞 ，OK 係啊。咁我哋而家要揾嘅咧就係高度。
好啦，喂，咁其实系咁嘅 H H 咯，系咪啊？系三同埋下边嗰个系六咯，下边嗰个面积系六咯。O K， 嗱，又或者咁讲，又或者咁讲，唔系你知唔知点解系 H H 先？知啊，因为佢系 midpoint 嘛。系咯，咁所以咪我哋头先即系佢唯一俾嘅面积底乘高除二咪三咯，咁所以 X H 咪二咯。而我哋要揾嘅答案 parallelogram 嘅 area 咪七 X 乘 H， 咁咪十四。咁咪 boy 咯，哇咁快嘅呢、這个，系咯，睇嚟我经历咗啲好复杂嗱，因为咧，其实尤其是如果我同你哋讲呢类型题目咧，其实我好多时都系用啲边长 x h x 啊 y 啊 h 嚟写嘅吓，咁、啊、我知道其实坊间有好多方法咧系用比例啊，即、就、系、是、面积比例啊、边长比例啊诸如此类咁去做啊嘛吓，咁嗰啲咧谂到嘅话系。好好做，即或者有需要咁樣做嘅話咧，好好做，好花巧，好似好快嚇。咁、啊、但係其實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咧嗰啲好多時好難諗嘅，其實即有某啲你當然要袋起袋啦，即有某啲方法，即譬如話最常見嘅就係咩 trapezium 啊，打下交叉咁啊，呢個係好常見嘅，即喺嗰類呢類型題目經常會有噶嘛。嗯、啊，即你要知嘅就係、是、如果係 trapezium， 如果係 trapezium。咁樣打交叉嘅話，呢兩面積會一樣嚇，呢、這個你要知嚇。而因為佢必定會有比例啦嚇，即係你上下必定會有個比例嘅，譬如二比三咁樣計嚇。咁所以呢個會係九 A 一啦，而呢個會係四 A 一。而再你要知嘅咧就係任意四邊形，係任意啊講緊任意四邊形，唔好啦，唔夠任意啊似乎嚇，任意四邊形。入面打下交叉，咁就會有四個三角形。咁、嗯、啊，記住打對面相乘個結果係相等。哇、哦、，OK， 咁我係想你即係記呢啲啫。又或者有啲圖形，我哋一睇就會知道、啊、似乎要加線或者延長或者。咁如果好似而家咁咧，我伸長 ES 同埋 BC 咁樣。好，嗱，你等陣先啦，我可能係唔係用你一個 XH 嘅，係用佢俾個 area 去計嘅話 ，OK， 你延長咗，其實即係望落去，如果係要延長，因為如果望落去，如果問你有冇延長，你話有嘅咧，就似乎係延長呢兩條噶啦。好，而你個做法係點咧？你仍然都係啦，我估都係呢個六 X 啦，而然之後呢度就會係 X 啦。嗯哼，嚇，咁所以你就會開始用面積去計啦。嗯哼，係咪？但是这里用面积去计难一点喎，讲真啊，有冇系咪有啲难？系咯，即系你咁样用面积去计，嗱系嘅，你会计到你嚟紧会计到下边嗰一嚿，即系呢一嚿面积嘅，啊呢个面积会系点咧？其实就会系二次减一二次乘三咯，咁呢一嚿就会系即系四减一即系三即系九咯，呢一嚿你明成九啊？净系呢个？净系嗰个梯形。淨係梯形，其實原來我係做錯嘅。你明明點解會係呢一個咧？但係唔係一比梯形咯，一比二 square 嚇，一比二 square， 咁所以佢咪係一四，咁所以成嚿咪應該係十二咯。咁減翻個三，下邊咪九咯。啊，我知咩事啦。O K， 嗱，咁但係咁，就算你想翻下邊嗰嚿都好，其實我哋都唔需要延長嗰條線，因為我哋已經會揾到隔離嗰一忽。嗰、那個梯形嘅，點解咧？因為左右呢兩個梯形，左右呢兩個梯形其實係同高嘅。嗯哼。咁梯形面積係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啊嘛。咁乘高除二，乘高除二兩個都一樣啦。咁上底加下底咧，隔離嗰個係九 x， 而右邊嗰個係五 x。咁所以呢一邊面積五啊呢個。係啊，咁所以咪五咯，加埋十四咯。嗯 ，OK。因為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啊嘛， okay, okay. 乘高除二係兩個都一樣噶啦。咁所以有一個係九，有一個係五，咁所以。系咯，就会系咁，差完我用咗一个十分之有趣的方法。咁所以你好冇灵魂咁样做咗个答案。但你又加线，我系全部都错咗，但系答案啱。我全部都错咗，但系又计啱咗答案。O、okay. K， 即系我上面嗰个三维系三啦，我下边嗰个唔知点解写六啦，之后隔篱个即系六，之后隔篱系八啦，之后再延长嗰个三维系一啦，咁啱就十四嘅。O K，O K，O K。系咯，六加八，等等，真啲有趣。好，你等阵先，我出去攞少少。O K。
好，拋入之後咧，之後係 long curve。好，邊年？係邊誒？我 send 俾你。哦 ，OK。呢個嘅 B 二。好，等陣先。B 二原先 min 係 1.8。嗰、那個 MN 係幾多？誒，即係 M 加 N 或者 MN？ 隔離啊，喺隔離，隔離。M 係一啦，係咪 ？N 係七。好，十八個新生就加入嚟。我唔好明點解係一個冇，十一個有，個 min 係會最大咯。嗯，你南北嗰個係答案嚟啊？係啊。哦 ，OK， 等先啊。Median 係 1.5。你問嘅係 B2 啦 ，greatest possible mean。Mean is 即係嗱，如果我睇緊你藍色寫嗰度啦 ，mean is greatest when 七個新嘅係零，即係你呢度話喺應該呢度加七個，然之後呢度加曬一個，係啊，嗬，嗯哼，就係呢個係最大新嘅 mean。好啦，嗱個 mode 唔變 ，mode 唔變，即係最多嘅都係個二啦。咁而如果係嘅話，就算你一加個十一個落去，就變成為廿六，咁就影響唔到個 mode 啦。而佢嗰個 median 要係 1.5， 咁所以咧。一定要啊！唔可以影響佢個 mode。呢兩邊嘅人數係一樣，呢兩邊嘅人數係一樣，先會令到個 median 會係一點五。我知點解咧？嚇，似乎就係啱啱講嗰兩個問題啊嘛。係個 mode 嘅問題。哦 ，OK， 哦，因為你係咁諗啲數落去一嗰度。係。你想 boom boom 大個 min， 所以就 boom 大個一去嘛，一好過零啦咁嚇，咁但係就會影響到個 mode 嚇，就係咁咯。冇嘢咁。好，我做咗两份啊，两份都冇嘢。O、okay, K， 即系个成绩都 O K 系咪？好啦，系因为我净系做咗 A 一 A 二啊。吓，点解咧？唔做 B？ 因为我 A 一 A 二做嘅时间太慢，所以要做多 B。哦 ，O、okay, K， 即系我会嘥咗时间去谂咯，但系做得太慢了。嗯，咁但系你要知道 B 都好紧要噶、哦。B 呢啲随缘嘅啫。吓，睇到咁淡。O、okay、K。因為如果即係始終咁我哋可能想即係攞高啲 grade 啦，咁所以個即係成份都好緊要啦，又或者講 OK 好嗱、嗯，如果冇乜特別，我哋做下MC 好冇？好嚇咁啊，不過做就做唔曬㗎啦，我哋剩翻都唔夠份卷嘅時間，同埋呢一份就我 WhatsApp 同你講話偏難嘅嗰一份。係。咁不過我本身條 link 俾你啦，即係我哋做唔曬，希望你都可以完成埋其他嗰啲去咯。哦，好啊，好第一題，我哋聽我哋聲音。係 ，hello 咩啊 ？send 咗啦。哦，啊等先，未，我哋想倒落去個。咩？係一班有網上邊有心人出嘅 mock， 其實佢哋有好多份，好多份嘅意思，你估係幾多份啊？即係 pair one pair two 一套 pair two 或者一套，你估有幾多份？一百套啊！咁又冇咁誇張，佢哋而家出咗三十六套，佢哋出咗三十六套，咁而呢一套係第三十五套，即係嗰最難呢套。唔係，咁其實就三十五，即係我近排先揾到啦，啊，咁就三十六我有做，三十六我冇有做，不過佢始終未有 model answer， 咁我費事同你哋做住，啊，就係咁嘅意思。即係呢份係有嘅喎，呢份係有答案嘅，呢份係有答案的。即本身我對個答案啦，咁就起碼我肯定我即係就算我自己做嘅答案係冇錯，即係先好同你哋去做咯。不過就佢啲我都發覺佢有啲題目好似係出錯咗嘅，不過就唔多咯。幾得閒啊？聽唔到？好得閒佢咯。佢哋係咯，有心人咯，真係好有心咯。不過因為佢哋係好認真嘅。他哋係出埋曬，即係有出佢個名字，然之後又講埋佢哋喺邊度，即係以前喺邊度讀書咁，係咯，有啲都真係即係數學專才、數學精英嚟嘅，即係本科都係讀數學嘅咁嗰啲。好，第一題冇答案。撳緊機 B 啊？你講得撳緊機，即係你代數啦，係咪？係啊。好 ，B 係啱嘅，即係你可能我唔會用啲時間，即係你可能會花係。O、okay.你可能就我對呢啲係好驚嘅，因為我好驚自己會即係、就是、我對於呢啲係絕對害怕，所以係。不過呢個對自己化解嘅 N 代數都 OK 嘅，因為佢 A B C 啊 A B C D 啊，真係好類似咁樣樣。好，第四題。
嗱，點解會做純粹係？嗱，呢題點解會做純粹？因為你上兩次啊試過問 factorize， 所以先做嗰只。唔係只要打開佢喎，好驚喎。冇啊！你一係就真係 fact 咯，一係就如果真係 fact， 你知唔知係點 fact？ 都係。誒，聽唔到，窒咗窒。都係直接 fact 嘅啫喎。如果真係 fact 嘅話咧，其實就咁嘅。其實你應該要見到咁樣嘅。我覺得個 B 一定喺最後咯，唔係個 C 一定係最後咯。唔係喎，個 A 應該係最前啊 ，B、C 應該係夾埋嘅。有得咩 ？OK， 原來你睇錯同一條題，我以為係 E， 唔緊要。哦，第四，你睇下第五題頭先。第二題啊，因為都係一樣差唔多啲嘢。哦 ，OK。哦，其實第二題乘開都 OK 嘅，或者睇其實睇正負號咯，其實。係咯，正負號。咁大攬成四 K 加三 K， 嗯 ，D 啊 ，OK 嚇。其實你 factorize 係咪真係弱少少啊？定係咁巧嗰個？咁機嘅啫，咁咁機嘅啫。嚇，其實如果呢嗱，如果 MC 嚟講啊，如果 MC 嚟講，好多時睇正負號嘅啫。譬如 K 二次方咁，咁你會發覺有啲係負十二 K 咁嗰啲唔會考慮啦。然之後你又再考慮，譬如係三 K 咁加三 K 咁，即係點乘出嚟咧？咁即係嗰啲 K 咁你咁。原來 factorize 睇正負號就係咁樣嘅啫。好，第五題。我以前做係睇正負號嘅，嚇！但係漸漸又可能係點重要啊？但其實 factorize 撳機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嘥時間。問心，即係你咪代 HK 係某啲數啊？唔係，我見到啊嘛，八十四十五嘛。哦，你撳 formula 零一嗱，撳 formula 零一 OK 嘅，咁係有個風險就係你撈尾係要減一，咁嗰五嗰樣嘢咯。係係係。啊，咁啊 fact 應該撳 formula 零一都 OK 嘅呢一個啫，得唔得？嗯，个 fraction 分数啊，其实呢一条唔多唔少系考即系啲英文 terms。C 啊，唔系喎，哦 B 啊，你有冇计到 alpha beta 出嚟啊？三七啊，三七 prime number 嚟嘅。系啦，即系你用旧 program 一咪得咯。但系其实呢一条咧又系搞笑。诶 ，sorry， 你等下先。系 ，sorry， 好。其實呢一條係考字眼嘅啫，你 fraction 係份數 ，decimal 係小數 ，irrational 係即係無理數啦，即係寫唔即係開方根啊、派啊咁諸如此類嗰啲。但係其實咧呢一條，如果你比較熟悉啲字眼咧，呢題係唔使計嘅，答案一定係 B 噶啦。因為呢一條咧，即係你會知道係 simultaneous equation 啦，嚇。咁而佢大望到嘅出嚟都應該嚇，即係 simultaneous equations。如果你撳 program 一，你都係唔需要好多時間啦。咁但係如果係嘅話咧，你會知道你係 fraction 嘅話，你就可以 decimal。嗯哼，即係咁，所以 A 同 C 唔會同時啱噶嘛，係咯。咁而 D 係 irrational， 咁似乎唔會無啦啦同 pi 或者同開方根有關，咁所以我未必。而 prime number 係質數，而 prime number 係質數，係咯，三隻 prime number 係啦，冇錯。嗱，第六題啊，做一做啦，因為其實好似。都好耐冇做呢類型題目啦，好彩 fit 唔到我啫。OK， 我想問一睇一二三三句有邊句肯定係錯？錯？我就係知三一定啱咯。嚇？唔係喎，三有機會錯喎，冇嘢啦咁。我話你聽，三冇錯啊，三係錯嘅。記住嚇，記住三係錯嘅。有輔助嘅問題。係啦，咁所以答案就係 A 嘅啫，就做完噶啦嚇。即係其實因為呢一條。一二你係太過絕望，唔想睇一二，我先唔計。係，其實係。咁但係你要小心嚇。佢逢嗱，佢逢親呢一類現象科學條咧，必定會有啲 x y 關係嘅。但係你要小心，佢除咗俾 x y 嘅大細關係，佢有冇俾 x y 嘅正負你？呢個係更加緊要。寫個零咯。係啦，呢個係更加緊要。如果佢冇俾嘅話咧，嚇咁三肯定係錯。同埋你要搞清楚，你有陣時啲同學會中意代數。而你要搞清楚，除了他給 XY 大小關係你，還要你知道這兩個 XY 是同時正或同時負，你才可以代數。如果你不知道他們兩個正定負，或者他們正負號是不同的，是絕對不可以代數。這個你要記住，如果不是就錯得 很不值了。一、二就沒什麼特別的，其實是第三而已。第七題。嗯，七啊？是七。避開這四計好像不可以避開喎。呢條似乎係冇得避開，佢即係專登出到係冇得避開。多啲信呢個計數機咩？多啲相信呢個計數機，相信呢個科技。咁所以你算啦。
OK， 其實係，所以有心算好賺，因為我成日依靠佢。其實冇乜所謂，咁講真，我哋都即係係咯，自從即係一中學開始，其實我哋係咯，心算係日常用嚟參考試。所以心算嘅能力係極差。其實正常嘅嚇，升中學之後就不斷下降㗎啦。啱啊。有陣時你哋計都叫你哋唔好計啦，正中計錯點算，大佬 ？A 唔啱。哦，冇嘢啦。C，OK、okay。C 啱啦，你係咪最尾即係又係最尾咁嗰度一比二定二比一？冇嘅，眼大睇過龍。哦 ，OK，OK， 好啊。咁啊，呢一個就呢條其實冇啊，係白沙環一定係狂爆，然之後 grouping terms compare 佢 feature 嚇。嚇 ，OK， 係濕咗個 B 入去咯。哦 ，OK， 係啊。嚇，好，第八題，第八題我覺得係好特別。分陣，完全未見過。第八題係真係好特別嘅。咁我可以俾少少提示你，其實我哋係作唔到個 f， 作唔到 fx 嘅。我仲諗住將佢將個 x 可以代到變成大家都變成五添。啊，但係個問題係你要作即係嗱，譬如啊，我哋做 polynomial 未試過嘅，做 polynomial 嗰啲 MC， 譬如題目話咩 fx is divisible by x 加一咁，咁我哋直接就叻個 fx 做 x 加一啊嘛，嗰陣時。但係如果今次你轉彎主碗咧，你譬如叻個 f。x 叫一咁樣計啦，嚇你未必得嘅，因為你同時間你係要符合埋前邊嗰一條式 ，OK？ 嗯哼，咦？但係其實問心我又冇試過喎，睇下得唔得先。其實可能得嘅喎。咩啊？其實先咁講。唔係，即係其實代 f(x) 等於一，似乎係可以。一等於一減二加 c 加一。哦 ，sorry， 係唔得。咁點做咧？究竟呢一題？呢題係比較。我都唔尋常，呢條係真係唔尋常嚇。咁當然佢係因為作到，佢專登作到係做到，肯定係作到好靚嘅數先可以做到嘅。佢求其喐一個數都做唔到嘅呢條數，係啦。咁所以其實原來 x 咧，我哋係要代某個數落去呢一度，我哋要代某一個特別嘅 x 落呢一度，條數就會做到噶啦。咁啊喺絕望之下，你個 x 不外乎代幾多零啊？咁啊，太絕望啦，實在，因為你之後唯一知道係咩？你之後唯一知道係 f 五等於一喎。我唯一可用嘅資料就係 f 五等於一。咁所以可唔可以變成等陣啊？負一 over 五啊？唔係負一 over 五？點解你會諗呢個數咧？哦 ，OK， 你令到左邊變咗做 f 五。係啊。OK， 嗱，其實咧。我哋真係會考慮呢三個數等於五嘅可能性，即係個 x 係求其某個組合嘅五咯。嚇，咁而其實咧係呢三個其中之一個，但係係呢一個。我點解？但係其實係呢一個。嗱，咁你咩做問點？點解呢一個唔係五咧？咩啊？咁如果係 x 對二嘅話，左邊唔係等於十六？係啊，最弊就係左邊都係 f 十六，右邊呢一個都 f 十六啊嘛。啊！抵消咗，系，哇！你咁咯，系喎，系咪啊？嗱，但系你啱个方向系啱嘅，唯一可以用嘅 f 五等于一，咁所以我哋咪当括号里边嘅呢啲数等于五咯。但问题就系有三个拣，其实我哋会拣其中之一个啊，因为你要发觉咁得一个系 f 五，咁其余两个点算啊？系要抵消咗先得。唔系嘅，佢冇唔使加个喺隔篱嘅。系啦，如果唔系佢话条数系即系真系啱讲，佢前面嗰条式求其一个数字都做唔到啊呢条数。OK， 咁个答案就会系几多？一减一减是负三三。系啦，个答案就系三。好，呢一条第九啊，又系比较少，未必冇见过，但系少见嘅。呢一份我哋都可能可以 skip 嘅題目就唔算太多，咁啊，依家我哋再商量，究竟你自己會之後做啊，定係下次我哋再攞翻出嚟做？咁不過咧，同埋講真，我哋嘅堂數係一路倒數緊嘅啦。咁你如果你有啲咩想做或者咩，你真係盡快同我講。同埋又或者你睇下你覺得你自己有冇需要加堂，或者你有冇時間加堂，有需要你都同我講。OK， 好，第九題點做嘅？呢個我唔知點做。OK， 其實呢類數我未做過類似嘛。OK， 呢類數其實未必有，其實咧就係、是、類似嗰啲relative error measurement and errors 嘅嗰一課咧，咪有啲 upper law limit 嘅。
我哋有陣時會做錯位運算噶嘛。啊，譬如嗱，其實呢一條數咧，我哋可能睇個 maximum 就 OK 噶啦，即係睇呢一個數。你想谷大個 x over y， 你個 x 就要越大越好，而你個 y 就越細越好。咁所以就會踩咗個 a 同埋個 c。啊，呢個係大。咁原來要睇埋個細。啊，哦，其實我記錯咗，就咁睇個細影就。啊，你想谷大個谷細，即係整細個 x over y 啦。x 要越細越好，而個 y 越大越好，咁所以咪 d 咯。哇，啊，呢個即係可能佢唔係咁出啦，但係有出過嘅嚇。又或者如果你唔想咁計，點算啊？你咪將佢哋嗰啲大小關係完全計曬四個出嚟咪得咯。咁啊，揀最大同揀最細嗰兩個得唔得 ？OK， 好，第三題。有冇一個入手點？啊，其實佢就話其實呢條式咧。就當個 n 係要大過四先用到嘅嚇，咁所以佢咧就俾咗頭三個你噶啦。譬如A 四係點計咧？其實就係前邊嗰三個相乘，咁所以譬如係三啊三次方咯。咁而第五個數咧就係佢前邊嗰三個數相乘，咁所以就係 A 二啦、A 三啦同埋 A 四，咁所以就係八嘅五次方，如出嚟推咯。啊，譬如你 A 六。就會是三四五相乘，咁就會係八十九次方咯。二四六八，得唔得？你唔理解佢嗰個 definition， 即係佢 given that 咁嗰一句，呢個我哋係要用嘅。咁你寫完呢三個咧，反而就開始容易做。點解 A 四你係個 A 四嘅話係？因為 A 一、A 二、A 三都係等於 A 三，係啦。邊度講噶？哦 ，OK，OK，OK， 嚇，都係嗰條數。原來反而由 A 七開始咧就仲容易計 A 七，因為 A 七咧你開始揾到個 pattern 係點咧，咪就係呢三個數相加咯，三五九相加咯 ，log index 啊嘛，嗯哼，啊，咁所以 A 七咁咪就係十七次方，即係三加五加九，然之後 A 八咁咪五九十七相加，咁就會係三十一次方，而個 A 九咧。就是九、十七同埋三十一相加，咁啊即系五啊七次方。即最近嗰三個加埋。系啦，佢對上嘅三個嘅指數相加，咁 A 十就係十七、三十一同埋五啊七嘅相加，就一零五，咁咪啱啱好過一條線咯。壓線過咗，咁所以答案咪係十咯。點解提高呢種？嗱，呢啲你要習慣嚇，因為其實因為係呢幾年嗰啲 MC 咧。即係咁出，即係或者係俾一條咁嘅 equation 啦，嚇，其實係 relation 啦，嚇，我哋係唔出奇嘅，出過嘅亦都係。嗯嗯 OK， 好，寫完未？寫完，寫完。OK， 好，嗱，第十一我哋跳，但係第十一你要做，因為其實呢一個係常見，亦都係成日會錯嘅。OK， 十二冇乜特別。好，十三。點解唔講 x 多嘅？系啦，嗱，其实呢一条考反应嘅啫。啊，佢话 divide by x 四 次方减 px， 咁我 x 代咩好？求其一个数都得嘅啫。咁又唔系，咁又唔系，因为其实一开始已经俾咗 px 我哋，一开始已经俾咗 px 我哋。嗯哼。咁所以点咧？我代个数，代个零嘅啫。其实我哋系要睇一睇，其实个所谓嘅个 divide 系几多？因为佢先系俾我令我哋决定到个 x 应该代咩数。咁咪 divide 系几多？減走咗個 px 啊，佢見到未？點要睇 divisor 嘅？因為其實你必定要知道佢個除數係幾多，咁你先決定到噶嘛。即係譬如你個 fx， 譬如你個 fx 係俾個三 x 減二去除，個 remainder 係幾多？咪就係 f 嘅二 over 三咯。咁呢個二 over 三點出嚟啊？你咪就係考慮呢一個等於零個 x 係幾多咯？咁所以咪即負四啊。唔係負四，係四。小心啦，似乎政府好有。係。冇嘢啦。呢個應該。點又今日成日錯嘅？今日成日做錯。呢個 x 減四嚟嘅。四。啊，你小心喎、哦！嗱，我唔知道我有冇同你講過嗱。不過我諗你好啲嘅，你好啲，因為你譬如你又會出去表演啊，咁或者比賽其他嘢諸如此類，就可能你應試嘅時間都唔會太緊張嘅嚇、啊，但係你要。小心，或者唔同科啦，唔同環境啦，究竟你到時臨場你會點咧？咁你狀態會點咧？嚇，咁到時你要留意啊，其實嚇 ，OK，
因為好似我自己嗰陣時，我考數學考即係CE嘅時間，做 paper one 係好唔順嘅，開頭一落筆好唔順，條條都好似覺得自己做錯咁啊。咁啊，所以嗰陣時我就係停筆就停一陣一排先再開做啊，即係你要諗定呢啲。好，咁所以個 x 係代四啦啊，咁所以你要揾翻個 p 四出嚟先啊。而我哋個答案啊，應該就係四 p 四減四嘅三次方，五次係幾多咧？乘三二。好，五次係 boy 啦。點解我會睇出政府？小心啊！唔係，同埋你，因為其實你即係可能大部分同學都係尤其是做 MC， 我哋可能會寫少啲嘢，就靠真係有陣時想寫少啲嘢而心算咧，就啲政府要小心。第十四題，我望住都錯，呢個先係最嬲嘅地方。喂，咁都好彩，你冇話我就係寫，其實我寫低又寫低好多錯咁，咁啊仲大問題。好，佢話呢個 graph 咧 intersects the x-axis at three。distinct position， 即係 three distinct points 啦。咁佢就問你 number of possible values of k 有幾多個可能嘅答案？有冇頭緒？嗯，有。點咧？你點做噶？嗱，其實佢呢一個 y 等於右手邊呢個係 degree four 噶嘛，四次方。我可唔可以係可唔可以 x square 減五等於零，或者 x square 減 kx 加三等於零？係啦，嗱，其實係如果我哋想揾佢嗰啲答案嘅話。那些 x intercept 其實我們真的考慮這兩條 quadratic 是的，但是如果你 x 減5等於0的話，你 x 起碼有 兩個 point 嘛，是的，已經有一正負開方5嘛，但是他說只有3，旁邊這個是旁邊是一定要等於0 delta 等於0，即是 delta 等於0，是的 delta 等於0，所以 k 的 square 減12要等於0。他問的就是 the number of possible values of k 有多少個答案，所以當我就兩個咯，兩個咯，啊，咪就係正負開方十二，同埋係啊，正負開方十二啦。OK， 嚇就係咁做嘅啫。嚇係啦，冇問題，冇問題。啊，因為佢嗰個 x 二次減五肯定係有兩個答案嘅。啊，就逼到另外有 k 嗰一個咧，係必定只會得一個答案。好，十六，都係呢啲題目啦。又係三又係四 ，C 啊 ，C 係正確嘅。好啦，你點做？揾 E B 咯，之後直接 E B 除二咯。EB 除以，哦 ，OK， 得，啊，我係點做咧？我係即係你應該有做呢個四 X 啊嘛，係嘛？冇，我直接將 BC 等於三咯。BC 等於，哦 ，OK， 係啦，哦，得，唔一樣嘅啫。因為如果我做，我就即係呢邊係四 X 啦，嚇，咁所以呢一度就係八 X over 三啦。嗯。嚇，咁所以個答案咪就係。個三 x 比八 x over 三咯，啊咁就係 C 啦，啊冇問題，做十八自己做十九，十八九嘅，唔係十八，其實就不過十八到時你做我覺得做呢一類係有少少睇運氣嘅，其實十八題，十九都應該可以自己做嘅，二十都應該可以自己做，好廿一，記住啦，近年圖形題啊可以出到好難嘅，廿一，尤其是冇圖添。知唔知道個圖係點啊？其實，撞下先啦，求其冇呢個答案。咩啊？即係你揾到某個答案，但冇係咪？嗯。O K。咪有撞。咁你如果撞嘅話，你要撞邊個？田文心撞都未必撞唔到嘅，即係如果唔係嗱唔純 wild guess 嘅話，未必撞唔到。喂，撞要快嘅咯喎。我撞緊個 odds。咩？睇呢個先。我撞 C 啊。好，嗱 C 係啱嘅。才是對的，其實如果你看圖，但是你知道個 radius 是10的嘛，是吧？10的嘛，是啊。啊，那個圖應該是這樣啦，啊，那所以他要你找個邊長，他要你找面積，那你只要找邊長而已，啊，那如果你的圖畫得比較市正呢，啊，那其實的意思啊，對應的邊長，那這對應邊長就是開方10、開方20、開方40和開方60咯，啊，咁如果你照翻比例咧，似乎我哋如果真系撞咧，我哋只会撞 C 或者 D 嘅啫，啊，因为个 C 就系六点几啦，好似个 C 啊 ，C 系四点几，个 D 就系七点几，吓，啊，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揿晒机咧，分分钟你会撞 D 都唔定嘅。好啦，咁我谂我讲点计啦，好唔好呢条？好啊。其实咧系要喺圆心拉一条线去呢一度。咁我问你啦，系呢条线你知唔知几多？十啊。如果呢条线系十。这条线是不是 X 啊？是啊。是不是先？好了，这个几多度？
呢个系135度，原因系因为呢度系应该一样嘅，对称啊嘛，咁所以左右两边应该一样嘅，得唔得？OK 嘅。最后呢一条其实应该系 x over 开方二，因为直角等于三角形啊嘛。之后我哋就可以用 cosine formula 就列出咗一条有 x 嘅一条 equation， 呢个可唔可以？嗯哼。OK， 如果系咁咧，其实左边咧，我哋系可以揿到计数机嘅，左边系可以揿到计数机嘅，啊，即系其实你可以直接揿呢一个数嘅啫。即系如果你唔想做好多运算，你咪直接将中括号呢一撇揿晒落去。如果答案竟然系几靓嘅，咁我哋就会计到 x 二次系40，咁所以答案咪就系 C 咯。我哋要嘅就系个 x square 啊嘛，个面积嘅即系个正方形嘅面积。OK， 冇谂过要拉条线，因为其实如果唔系咧，你永远困住喺边咧，就系个十唔知点用，好似你画咗嘅嘢全部好同个十系无关咁样嘅啊。而十系 radius 啦，咁所以系咯。而我哋比较知嘅多角嘅咧，其实就45度或者45度相关啊，就系咁啊。不过呢一条系少少难难地，其实呢一条22嗰图麻烦嘅啫，其实就唔系咁难嘅。23亦都系好睇下睇24。廿四几得意，知唔知道你讲咩？其实尽量计紧，三啊，三，唔啱，又或者其实，你明个意思系咪？即系题目嘅意思。嗯哼。好，嗱，其实佢咧就话原先有条线啊，咁呢条线咧应该就系咁嘅，系咯嗬。即系个 x intercept 就系六二三四系边个噶？啊，会唔会系突破盲肠咧？一二三四咯，系咯，我冇错喎。OK， 咁可以继续。佢就话佢条线成条线 anti-clockwise 转咗90度。好啦，成条线系唔系？OK， 唔好住。咁应该四嘅，咁应该四嘅。OK， 其實 sorry， 我啱講錯咗，佢唔係講成條線，佢話某一點，某一點，係咯。咁但係某一點嘅意思，點點都得噶嘛，咁咪即係成條線咯。佢話 point out 係 lies on 嗰條直線，咁但係 point out 可以係任意嘅點嚇，咁所以咪即係成條線 rotate 咯嚇。咁其實 rotate 去咗邊咧？咁啊唔知啊，可能係。咁啩咁唔未完嘅古仔，佢再向右褪多一格。你冇睇到？冇嘢啦，我唔想讲我点解错。O K， 咁我都唔问啦。咁所以其实你会答嘅答案一系一系二，一系四。你会答嘅答案一系二，一系四，因为佢一定会横跨到一三嘅。我觉得O K。而个问题点判断呢？其实就是看这条线的 x intercept， 是的、那个、是比负一大定比负一小。OK， 咁我如果90度的话，咁即系 slope 系负一咯。咁其实诶唔系唔系唔系，佢系同原先蓝色线同粉红色线会系 perpendicular。其实我顺便同你讲埋，其实粉红色线我哋系揾到嘅，粉红色线其实我哋揾到嘅。你会知道佢呢两条线应该互相垂直啦。咁所以。方式線我們一 let 就可以 let 做 3x 減 4y 等於 c 的啊，這兩條線會垂直啦。好了，其實譬如那個原先藍色線的 y intercept 是08嘛，其實這點如果 rotate 90度的話，它會去變成 x intercept 就變成負80，是的，所以我們就會用這一點就找到個 c，就-80啦，咁所以你会发觉个 c 系-24，又或者其实唔使啦，咁你本身咪揾到个 x intercept 咯，咁你再褪系咪褪咗去-7咯，咁所以系咪唔会喺 fourth quadrant 咯？系啦 ，OK， 就系咁嘅啫。我头先用咗一个好唔数学嘅方法做咗出嚟，系你会唔会又系用一啲类似 physics 嘅方法啦？冇啊，有支笔啊嘛，咁我咪直接咁样转90度就向右移咯。OK。好，那咁就等先啊，做多一条啦，做埋廿六啊，做埋廿六。廿六 ，OK。
喂，好奇怪噶吓，咁、啊、当然系 locus 啦，当然系 locus。点要 cube 嘅？嗯，系噶。有冇头绪啊？我唯有拣个最怪嗰、那个。最怪嗰个即系 D。系啊。O K。唔系咁，你觉得啱唔啱先？其实我会觉得系 quadratic， 但系唔会系 linear。O、okay. K。又或者係應該係 x y 都有，你明明佢就譬如 quadratic 咧，其實佢 a b 同 d 都係有 quadratic 喺度噶嘛，字眼上啊，你分唔分得出佢哋三個分別咧？有 x y 嘅，我覺得如果係咁嘅，應該係圓形嚇。OK 嗱，其實就未必嘅，其實未必嘅。好啦，嗱咁我直頭同你講，其實係點啦 ？OK 嗱，其實咧佢本身。AB 是两个 distinct point， 所以呢这一个其实是不是一个 constant？ 本身 AB 是一个 constant 来的。好了，而所以、啊、我可能 let 个 A 点叫做 AIA2 个 coordinates， P 当然就是 XY， 所以它这条算式我们是不是写成为 X 减 A12 次加 Y 减 A22 次的开方根嘅三次方就會等於某個 constant k， 係咪咁啊？邏輯上係冇錯啊。P A 嘅三次方啊嘛，好啦，而然之後咁咪即係咁咯，即係我哋再寫嘅話，就會係 k 嘅二 over 三次方。誒係啦，係啦，二 over 三次方，即係將個開方根同埋三次方抌咗個左右手邊。嗯，係係。好啦，咁所以寫喺呢一度咧，個答案咪即係 D 咯。完噶啦！我睇嚟我真系啱咗，太劲啦我。完噶啦 ，OK， 得唔得？点解嘅咁？吓、啊，因为嗱，其实啱啱我 X Y 都有，系啦，我啱就问你 A 啦 ，B 啦，其实 D 啦、啊，我明啦，佢都有 quadratic， 佢哋分别系咩 ？X Y 都有，并且佢哋嗰啲 X Y 都系 square 嚟嘅 ，quadratic 都 quadratic square。即系第一，A 咧 ，A 就 Y 冇二次 ，X 有二次。B 咧就 X 冇二次 ，Y 有二次，而 D 咧 X 同 Y 都要有二次，咁、嗯、所以咪 D 咯。OK， 好啦，嗱，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啦，